大家好，我是叶峰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幸运变形生存。先看一下奖励箱里有什么东西。给了一个木镐，还有一个火把，一些木棍，还行，这个开局还算不错。我们只需要打一个木头就可以获得两组木头了，很快啊。想致富咱们得先撸树啊。很多小伙伴传言啊，叶峰你昨天没更新，我以为你嘎了呢。没有啊，只是这两天状态不好啊，心情不好，所以就没有更新，只停更一天啊，只停更一天。那但是从私信的这个内容上来看，我感觉好像我就像出了什么大事一样啊。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啊，我很好啊，本人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有些累，有些累。我们搞两组木头，这种深色橡木跟普通的木头没什么区别啊，都是可以用的。然后进入一个石器时代，我似乎听见了小白的声音。先把死亡不丢落打开，防止他背后偷袭。咱挖六块就行，不用多。哦，原来小白就在这下边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在动。那我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以为他在我们的这个岸上啊，在下面可以完全不用理会。所以把石剑，再来一把石镐。为什么要砍这么多木头呢？因为我们既要做木棍，又要做豪宅，要做的东西比较多，剩下的这些一会儿就是做豪宅的了。需要的是四个箱子和一个工作台，还有一个门，哈哈，一个可以用的门。这里有我们想要的苹果。羊我是不吃的，但打它只是为了吊带，因为我最喜欢吊带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因为这个袋子里边能开出很多很多的战利品，可能就有我们前期可以用上，对吧？那周围的生物又非常多，你看，哇，我感觉我的主食可以直接成为羊肉了，朋友们。啊，羊肉是非常多的，感觉现在咱们身上最少得有十块羊肉了。你看这边还有，我们扔了啊，这羊毛可以说是没什么用的，肉咱都不要，别说毛了。打了半天只掉了一个袋子，哎呀，运气是真的差。那羊是真的多呀，行吧，咱们委屈一下吧，咱们委屈一下，就拿羊肉当主食吧。本来我想找点猪肉或者牛肉的，看来是没机会了啊，羊肉太多了。看一下那边那三只，那三只能掉出点什么好东西来啊？哎，我明明记得这边有的呀，哦，在那儿呢，树林里，而且这旁边还有矿洞，我们下矿也会变得非常顺利。哎，又是羊肉，确定不再掉一个袋子了吗？20只羊就掉了一个袋儿，掉袋的概率有点低呀，兄弟，扔了吧。24块肉，那我们先别做家，先看一下这矿洞下面有煤。哎，果然是有煤矿的，而且这里还有我们想要的碎石，咱挖2块就行了，一块当母体，一块是真的要用。嗯，这都不出2块，这爆率太低了，哥们儿，你这不科学了啊！还是一块，我拿一个石铲吧，这个铲子感觉爆率太低，这么铲下去我是不可能得到咱们想要的碎石的。我唯一的一块石头被用掉了，赶紧再挖点，给它补回来。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可以先评后看，养成习惯，哪怕一个表情包。也能为叶峰增加点播放量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我看一下咱们现在收集到了什么变身，只有羊的变身，各种颜色的羊，这种变身对于我们来讲是没什么用的。周围有没有铁啥的？没有，有，这有铁，几块？哇，12块，兄弟们，而且还有一个蜘蛛。可是这种蜘蛛为什么大白天会攻击人啊？讲道理，蜘蛛白天是不会攻击人。我有，有人在扔苦力怕。什么鬼？